抢我们的距离。小萌，我刚才梦到我妈妈了，她就站在悬崖边，我却怎么也够不着她，就只能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她掉下去。你想说什么？拿一个梦来威胁我吗？不，这不是梦。我妈妈现在情况肯定很不好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去见见她吧。周衍照，我说我要去见我妈，等她病好了，她一定能告诉你真相。周叔叔的事情肯定跟我妈没关系，我们也能回到像从前一样。我不同意，不行。我求你了，你就答应我，以后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会照做的。你就让我看我妈一眼，十分钟，不，五分钟也行。那一年，也是在这个窗户下面。我求周叔叔别再打你。那天晚上也是下了这么大的雨，今天也一样，我会一直站在雨里，直到你答应为止。你还是这么幼稚。为什么总提以前？以前的人都去哪儿了？激动的突袭，懵懂的甜蜜，曾经都是我们的共享秘密。生命的轨迹因你泛起涟漪，曾为你想把一切舍弃。可我该叹息还是很天意，命运的场地长出的缝隙，将我们的天地。燕哥，你是来求我妥协的吧？这样下去你会毁了他，他毁了你也就毁了。你不明白。我明白。我不让他去见叶思如，是因为我今天去了医院，医生跟我说叶思如最近情况很不稳定，随时都会有危险。他去见叶思如，万一带去传染病菌，叶思如不在了，小萌就真的完了。现在我对他冷漠，他提出的要求我都拒绝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毁了他。他折磨自己，伤害自己，他都会挺过去的。唯独叶思荣不在，他心里最后的指望也就没了，他的心就真的死了。小萌最后的指望就是你。
天意，命运的场地长出了缝隙，将我们的距离小萌变得遥不可及。我该怎样弥补我的回忆？哎呀，周叔叔不打你了吧？小萌，感觉好些了吗？我可以去看看我妈妈吗？这事以后再说吧。你现在就这么恨我，是不是只有我死了，你才会原谅我？你不会死，你们都会好好的活着。对，我们都会好好的活着，因为你还想要知道你爸爸被害的真相。你放心，真相我一定会查出来的。先把药吃了吧。我可以去看看我妈妈吗？